欢迎好，来回。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四川航空“熊猫之路杯”，2022第21届西南网赛。那么刚才呢，我们看到柯洁是发挥得非常出色，应该说在打碟当中呢，占得了上风，然后击败了杨鼎新。最后一盘也就是决赛，他对阵的是唐伟昕。那么。啊，我们现在是看到的是决赛的画面，这是今天下午3点开始下的。我们再进行拆线。是的，他们这个猜中了，可以选黑白棋吗？应该是不可以。啊，不可以，是猜错了就，哎。哎。我刚才看的好像是猜错了，猜错了，他是拿白棋。我们盘现在规则应该是还没有。没有可以选的，没有可选的，对是对吧？对，除非是规程里面是另外的有个规定才可以。一般就是猜对了拿黑棋，猜错对了拿对白棋。对对对对，那是刚这才看到柯洁是猜错了，所以他直白。这四盘棋他都直白。样。哦。啊，所以他最后一盘直白，可能心理上有点优势。此前他是第一盘赢了古力，第二盘赢了李轩豪，最近风头正劲的李轩豪。啊，啊，上一盘赢了杨鼎新。是。最后一盘对阵唐伟昕，唐伟昕今天半决赛是赢了刘宇航，昨天是赢了闵玉婷，啊，这是冠军的奖杯了，应该是。是的，这西南网应该算是一个传统赛事了，对的，因第二十为一届了。21届也相当于办了21年，然后因为前几年受疫情影响，应该是停办了一届。啊，但是因为没办法，很多比赛也都停办没错。了。啊，这次是不是国家队正好到成都训练，也正好下这个西南网赛对，真是的。好的，而且也确实不容易啊，现在能举对，办比没赛，错，确实要感是。谢成都的方方面面。这大家看到面旗都觉得哎，挺亲切，很不容没易，错，这感而觉。且国家队能在面对面的一块集训，比起那个在面对电脑和那个没有讨论的，这确实也差了很多。是的。光靠自己领悟还是差一点，是吧？确实，好，那我们来看棋啊。一盘棋，唐维新啊，我也连是。过三关也闯进决赛。是。唐维新也是个大心脏的人哈。是的。一般来说就是，哎，这个二这手很有意思啊。下了个对着人家的对小对兵对，这个很罕见的啊！不过真的是，我觉得在 AI 时代，真的是，我觉得怎么下都可以了是。昨天跟古力的棋吧，他是下的这样，他就是古力，他是这样，古力黑棋嘛，他白棋，他就下了个这个，然后人家一挂，他就挂这个，然后人家的飞压，他就爬连爬，到第四个，然后黑棋不长了，后来他就搬了场出来，这样下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下的今天不知道他是打算，是不是复制昨天的招法？就人家如果说飞压的话，他可能爬到第四个，然后再，怪不得现在就是当黑棋挂的时候，他依然是来挂了。对对，然后呢，这时候唐维新没有去选择飞压，这第一感还是有，飞压以前都飞压几下来夹击嘛，对吧？然后我昨天还突发奇想，我说这棋飞呀，什么又爬了跳的，爬了再跳的，又爬两个，我为什么第一个怎么就没有跳的？这个因为第一个跳呢是这样，就是说你在你两个冲段都不是很合适的情况下，我说为什么没有跳这个的？哎，这个我觉得你也是开拓思路了。不过这个确实留下一个冲段，你怎这个么？确实是有个中断，有可能他是冲了拐，或者是单拖三三，好像都不是太好那个感觉。然后实战当然不是这么下的，我只是告诉大家我的一些奇想。这也是可以说是因为有 AI 出现，而打破了很多的 那很个多棋都觉得好像，框那个界限嘛，对。以前觉得不行的，现在看，哎，也未必就不不行，行，好像。对，一定要放开思路。是。那么呢，唐维新还是选择了一个最简单的，就是，反正基本上说都是拖 AI 字，说一高挂，他说我就拖往字，下一拖，对，哎，没什么毛没病。毛病，是。白棋也是下了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定式是的。然后黑棋下了个，
这比大鞋还远了一路。这部棋也是很少见的。他们的招吓得我都不知道，就接下来应该怎么操作，就一头雾水那种感觉。这种一看也是 AI 的产物。可能他们自己心里很清楚，因为他们摆过。那肯定的，这个一定是有研究 的，而且也是在很多平常的训练是用来干什么的，就是用来研究对各种各样的布局的招法。是的。然后白棋下的很简单，它就尖顶了。对，这个其实我见过，就是说，但是跳的时候是压这个的。压这个，那白棋就爬嘛。爬的时候他搬这个啊。哦，就要搬下去的。对，然后我就不会了。现在呢，你还不能轻易的断，你得先唬一下。你断的话，他可能要挖你。哦，挖很难受，对是吧？对，他这挖你，被挖挺不好对付。不好对付。就是你要断的话，你可以先唬这一下。再断。那么呢，现在白棋黑棋现在还不太敢，现在那就藏出来，白棋再立下来。哦，这个刚好黑棋跳这个，这个变化我见过。刘老师见多识广。没有。最后这个变化，然后接下来好像我印象中啊，好像白棋还要去靠这个有这个招法，我记得啊。这我看到这招，我肯定马上头就晕了，就不吃了一惊，我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不太明白。他就是要便宜你嘛，其实很简单，因为直接动的我他也不。没什么意思啊，大爸，这便宜你两下就算了。然后呢，当然我们这个变化只能摆到这个靠位上。这完全超出我的想象力。接下来黑棋怎么下，其实就我也不知道怎么下，但是我见过这个变化。这靠位就是说，这种定型啊，还是好像是说会白棋会稍稍便宜一点，但是反正双方都还可以接受。他把目权这个角目权，对我印象中是一个这样的结实一个景。但是呢，黑棋现在实战呢，他没有选择这样。就是当白棋跳的时候呢，黑棋是直接挡下去了。是的。这个地方不知道唐维新是不是在这地方给黑棋挖了一个坑还是怎样、啊？抓了一刀。但是显然他应感觉上应该是有备而来。但实际上虽然是掉了一点点啊，黑棋借这个挡下去啊。胜率是掉了一些点，但是应该是关系不是太大。差了十多个点，但是如果说能把能在这个一个局部能收获很大的话，那就不是问题。但是这种地方你说要去哪收获也不太容易，这个也然后就是像这种简单像这种定型，我觉得好像都是。没人不会是吧？难的啊，对，就是你要让白棋下的就是很好像不太一样的，这难度非常大。你想让人家不会是不太容易这件事。对对对，接下来你没办法，现在黑棋基本上也就是立下。黑棋立，不立，白棋挡住是吧？这个时候他不能飞下来吧？飞下来不太成立，不太成立。然后拆。但是走成这样，其实对白棋来说不是也很简单吗？对吧？接下来也就是逼住，然后往中央跳，也就是其实也就这样了，也就是这样，好像没有什么犯错的空间，对，没有什么犯错的空间。他果然就是这么干的，他就是这么下的，就下这个。而且这个地方逼住的时候，黑棋还挺讨厌的。你还可能还不能随便跳这个。这个跳这个将来跳最后这边有个尖，是的，这个会留下隐患的，没错。所以实战他是靠这个，对，靠一个挺痛苦，我觉得下的帮人家走棋总是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会稍微损一点吧。然后他下的是什么？他下的是立了一手，立了一个，这不立也有一点点奇怪啊。这我按理说他应该是不要去交换这个，因为跟白棋的交换后脚上应该就没有什么棋了。这个呢，如果说就该怎么这边该怎么走就先怎么走啊，就是白棋跳出来就这边还是该怎么走怎么走，就将来也许会有这个点的一个有这个手法，有这个手法啊，这个反正还。白棋可能是靠二吧，感觉。是靠这个的。要不然你下哪里？如果说假设他这有一个拆二的话啊。
我有点晕了，我也不知道走哪儿。不，就是至少他有点有点有点这个手段。我也觉得有。但是这个利益完交换就没有了。嗯。因为白棋这个搬完，白棋应该不太会搬的。对。搬完以后你打八是先手呀。是。搬完他必须得接住，然后这边也没有断点。嗯。我觉得这个按理说是应该保留，反正你不下他也不会下的。对，当然说如果说不走的话，脚上其实可能也没有不会有什么大棋。他点一个，我刚才算了以后，可能第一杆在这儿，我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啊、我没有看得太仔细。也不是不可以，但靠二二，我觉得很悬，被人挤了一拐是什么？如果他这一路扳能先手的话，嗯，好像有点悬，开始，或者说他下的简单一点的话，那就稍微抠你点木嘛，扳了一打，然后爬回来，嗯，是这个意思。反正他这力不着急嘛，就确实对不着急，哦、嗯，其实是想说明这个、嗯、是的。至于这个点，我可能接下来有什么手法，这个就不是太重要了。对，还可以，就是如果说旁边有帮手的情况下，有可能会有些手段。对，不着急，对。但是我觉得像这种就是可能都是因为40秒一步，然后他下一手、嗯、一个绝对先手以后再思考。对，是的。利用这个时间。嗯。立一下，然后黑棋把这个长回来。对，这个因为你再跳没有意义啊，再看完还是得退回来。嗯。白棋跳。然后黑棋拆了吧。黑棋再拆。但是真的是走成这样，我觉得这个黑棋就是这个超大飞这个下法、啊，我说真的没有看出来有什么。他有什么好的？有什么好的啊？然后呢，就说、总觉得这个唐明星这个挡下来，他会有一些有什么招？有什么招？但是也没有看出来、啊。好像也没什么招。也没有看出来。对。他有时候的棋呢，就下的好像、有时候也许是不是有点故意的，就是。啊，就下在这个路子上。哎，对对，不是他，不是你觉得很好的招法，但是可能他会比较擅长那种下法。嗯，啊，这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嗯，好，但是就是走成这样子的话，我觉得白棋应该就是我就，该没什么话，就是往外跳就行了。对啊，这好像没有，啊，反正大致上就下成这样了。对，这个情况反正如果说双方基本都活嘛。嗯。这白棋也没有什么坏的道理。是的，嗯，当然就是说，但其实现在白棋也就70%几的，它比这个初始胜率就提高了也就10%啊。嗯，但是呢，就是因为太简单了，好像啊。哦，这个米玉挺不是有说法说这个棋。降点胜率不是什么重要的事。对，是不是？确实不是，这不影响胜负啊，这不影响胜负。这不重要。嗯。然后我们看他接下来白棋跳了这个，然后黑棋是正头。啊，其实白棋往这往外跳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毛病。对啊，但是这个也关系不大，就是他跳这他可能怕担心打入，是唐维新因为是比较怪力嘛，是吧？唐维新有就是说在劣势的时候，对对对，他这个积蓄那个能量好像就逆转的能量非常强的。嗯。所以他叫他什么来着？唐玄宗。唐玄宗。所以白棋呢，可能反正先把这个走强，因为他这个正，啊，他就往外尖就行了。然后黑棋跳这个。对，这个往这边尖，他正好穿象眼啊，这个并不走。白棋压出来。黑棋往外跳。对。白棋，白棋往外跳。嗯。接下来就出招了，开始这儿。这出招现在也没什么，好像没什么可下的地方。你要收收脚，就铺个地板。对，铺地板。嗯，铺个地板。这个地方主要是走的，就双方都很没有意思。对，是。因为你现在黑棋要去攻他，显然是太困难了。他这地方有眼型的，这一随随一跳怎么是还瞄着你的弱点。对。而且他现在头也已经大步的往前了，你想要再怎么去外面罩住他，好像也意义也不是太大，没意义。嗯，所以他要从这边得想点办法出来。这种地方是唐维新的强项，是主要就是从那个很
不可能的地方找出点头绪啊。是。但是这个地方，就是从白棋就尖一个，应该问题也不大。黑棋要活个角，应该没有问题。对，他就是尖的，然后黑棋冲了一下。嗯，黑棋冲，白棋，对，拖一个。拖一个，基本上来说，白棋就只能挖尖了。嗯，不能走别的。就白棋得心平气和一点，你得承认人家这儿是有棋的，你不要觉得这儿是我的空，被人家出了棋你就不行了，不甘心。这本来就是黑棋要走，要活个角应该绝对没问题。是，人家是能活的。但是这样白棋也挺厚的。嗯。甚至于那个黑棋现在，活角当然很大了。对。因为他不活脚的话，他要么就是往这边走，要不然就是走大场，然后白棋就挂了个脚，这个地方怎么说，就是觉得白棋比较容易，真的是，我没觉得黑棋就是这一系列的下法，这整个的设计活个脚。有什么好的？这招法有什么好的？我没看出来。而且唐慧欣应该在赛前，也不好说，因为这个快棋是上午下完，马上下午就开始了。对，是的。你说你要做出有多充分的准备，我觉得这个确实也比较困难，因为中午下午下完累了，还得吃饭啊什么的。是。早上他对的是刘宇航。对对对。嗯，没错。一般来说，就是说。很难说我对这个 A 棋手完了，我就先准备 B 棋手的这个，这个可能性比较小，没功夫，没功夫，这可能也就是下快棋的时候，就是灵机一动，灵机一动，想选什么样的招法，是，临时想，就靠平时那个训练的积累，然后赛前看看要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但现在看起来局面是对白棋比较有利，确实是，对，白棋这个底，哎呦，黑棋，你看柯洁这么下的这么稳健啊，真的是他还是实时防着唐慧欣这种对对，他应该是防着唐慧欣去打入，然后让你有点看不清楚的。是，就其实如果说没顶的话，这个打入确实是成立的，就是你想把它吃掉这个子，不容易这件事。就反正让你很头大，对，让你很头大。你很讨厌的就是，你如果这样他盯一个，就反正两边都有锅。你如果这种棋被人家飞一下，你就难受，浑身难受，这肯定不太像棋，所以就觉得可能被人家打一下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的地方。所以他顶了一下。这个应该就是防止打入的一个手法。而且他们两个应该。应该是也属于老对手了吧？应该互相还是，还是不能说完全的就非常非常了解，但是还是多少还是有点知根知底吧。对，是的，他们有时候在网上练习呢，我也有时候会看一下，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就是两个人下，就是比如说我跟你下，下七盘八盘，对，下很多盘就或者下一盘我们就互黑白棋互换，然后砍得特别生猛的那种。因为在操练也是训练嘛，是的，是的，网上下也是训练的一种，然后白棋挂住这个，白棋加棋，白棋加棋，靠，这个先子靠出来了，搬腿。这都下的非常简单了。黑棋尖出来，因为他不走的话，他如果说，比如说应这边，白棋就跳出来吗？还是这个棋形应该怎么下呢？这也是个问题啊。还是说进角？飞一个？他飞这个吗？他怕他飞这个，这样。不太清楚啊，对，不明啊，就是这棋是怎么下的？就飞这个的话，它有可能是顶在这儿。如果你长呢，我就挡住。那就再出头嘛。大概就是在这样。他这边有先手。对，这个顶先手的话，他可能再跳就好一些。大概是这样吧，只是这种感觉哈，这个不一定正确。好像也挺难受，下的黑棋。实战他是下的这个小尖。这个地方我觉得。我的感觉啊，从这个第一感来说，当然是想补了，但是因为被走完以后，黑棋有点难受，这是棋啊。第二个呢，唐文信这个时候应该是觉得自己是个应该至少是不太好，不太好，但是大家应该觉得那个不好的那个也没有
就是特别特别的不好啊，就可能差一点。然后呢，他特意的是给白棋留下一个这个断的。哦，那他小尖人家肯定会断的，我想。对，他就是特意想让他断。对，他想让你断是吧？对，然后他就打了接住，因为是这个将来这边走后以后，可能对中间，或者是有点想法。嗯嗯，看看就是如果你要想下的想法有没有实现的可能性。就是你要下的很普通的话啊，就是如果你连这个拐的断你都不敢的话。哦。要断的话。他怕人家怎么卷他一下，或者不，现在要卷的话，他是可以卷啊，他打两下。对，如果要卷，打两下把这个接住，这个走回去。就加要卷就这么卷。哦，这不是很容易卷吗？对。但是呢，这白棋可能这三个不能要了，你要现在这要也就能不能拐个，是不是不太好这样？你拐这个把自己走后走走越走越重了，对。越走越重，他就不知道能不能行。这样，你越走越重，你将来这个那边可能越来越不行，那还算了，那我还是拐回去吧。拐回去被夹死，夹死就算了吧。算了是吧？嗯，冷静。但是呢，就说白棋有这样一个选择，就是好像从我们之前来说，好像白棋有点亏。对，我不太肯。不太肯，但是呢，如果你不交换这些，直接回去，对不对？对。你要是交换被我斩，你就没办法了。嗯。那黑棋也很好啊，这边先留着，先出头先攻你、嗯。将来这个飞还是有先手。是啊，这我觉得他挺讨厌的。应该是他给他故意留下个破绽。给他设计的这个坑，看你进不进去，虽然不知道是不是坑，这个坑目前还搞不清。实战就这么下的，实战就是这样的断，就打吃。跟我们刚才摆的变化图一样。对，如果你要退的话，当然白棋就算了啊。这个对，那能多断一下，这个对这个中间将来这个味道就差很多了啊。所以黑棋也没有，他现在要这么去卷的话，就太困难了。然后他跳，把这三个子先吃掉。我感觉啊，这个时候这应该是在唐维新的那个计划内，设计好的，设计好的，甚至他认为你只要这三个子你不敢动，他觉得我就便宜了，对，他觉得还不错了，我是这感觉的，不一定对啊，不从第一感来说，确实也是，就白棋这三个子还挺不，我被你吃，我挺不甘愿的，但是后来想想也还好。也还好，这其实就是一个干的那么近，然后再加上你这，它主要就是一个干的木。对对，然后将来我还是有些借用的嘛，再加上。对对对。嗯。白棋现在这果然不敢动，这确实不能动。这不能乱动。动完后中间就非常非常的危险了，肯定要被卷死了。嗯。这快棋最重要的一点要保持冷静。冷静冷静。要冷静，真的要冷静。就刚才我觉得杨景逸好像一下子就不太冷静。对对对对，完全太冲动了。就冲动了。本来这个还特别早的一盘棋。对，还不一定啊，真是。像这个棋啊，就是也要说柯洁这种顶级的实力，他看不出来的话，他肯定看得出来，我觉得是不太相信的啊。是，我只能是觉得他就觉得是这样是应该的，应该是最好的下法。我觉得啊，这很容易在快棋的时候，就你如果不能冷静的话，你觉得我这个接受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那你就会想很多别的招，然后走火入魔。他这个白棋这个三个子看起来虽然很心疼，但是第一个黑棋。如果说对中间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威胁的话，他吃的是一个干木，对，不大。第二个呢，其实还是更关键的，就是白棋争到了个先手，是差一手。你如果说走完不断，直接缩回来，这时候是该黑棋下，是的，黑棋可以先攻你，可以会先攻你这个，那个其实就是差别很大的。是他其实就是要抢个先手，没错，他这边先手飞到那还是差很多的，是的。啊，这先白棋黑棋能飞到一下也是很舒服的啊。但是呢，这个将来还是没有活干净。白棋先把这个飞回来，这一方面呢走上自己，第二个呢，反正这边有借用，黑棋对白棋中安的没有办法。那么呢，现在可以回过头来看，白棋死了这三个子呢，其实并，说不定还是
还可以，还可以，真的是。其实还可以，说不定是简化局面的一种方法。对对，这样就比较简明了。你看我这块也吃了个子也活了，我又走到这边了，这个中间你也拿我没办法。是。但黑棋你要说唯一的收获就是把这三个子吃了。对，黑棋的这个诱敌战术不成功，看起来他接打了一下，他还是有点担心人家断打了会冲出来。不是他这个，因为他这个直接动手也不太好动手，而且他这边面临的没有活干净。就将来他这一拖，脚是死的。局部不活。局部不活，你看他拖完一虎。你挡上，那这等我走了，我就点一个就死了嘛。对。这个如果没有的话，他这可以各种卷。是的。所以说黑棋这时候想来要杀中央白棋的话，真的是太困难了。所以先。黑棋先把自己走强，这个是可以的。对，他接住啊，先虽然说形势不是很有利，但是呢要先忍住。但是我还是觉得黑棋还是应该先至少要把白棋给分断了，中间先把它断了再说，或者还是去哪里做点准备工作。但是这确实是因为走势可能是一个单关啊，白棋一旦就过来后还威胁到自己挺难下决定的。当然你现在如果断了他肯定这里他不敢动。对，这里他即使真死有力他现在也不敢动，这被你打两下就真要死了。这下是我感觉应该就但是因为我们也知道结果了，最后对吧？所以说也是站在黑棋的立场上给他想办法，帮他想办法。说不定这黄文下的时候还觉得，哎，吃掉三个还挺满意的。接住了。好，既然黑棋自己加强了一手，那么呢，白棋也要加强自己，先冲一手。冲一个，冲一个，也挺难受的，这要。长吗？还是？你长，反正就。你反正他被他冲着一下，我总是觉得很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一种不是将来还，是算了，你还要点我？他实际上是尖这个。哦，他是尖了一个。尖这个也没关系，白棋现在其实冲一个就是他要走上自己嘛。黑棋走了一个，他当然要自补一手。先刺他一下。这些都就是关系都不大了。刺一个，先反正我现在先看看白棋怎么走，黑棋先冲。这个呢，给他这个黑棋没办法了是吧？这个不好硬了。这个被再冲一下是？你再硬的话，这个他这边怎么硬都可以了。对啊，我就觉得他总能连上了。对，所以这个他不行，这得冲出来。这个白棋呢，长白棋这个地方呢，并不是说他冲完以后，好像如果对黑棋没有一点威胁的话，那他不白亏吗？被黑棋给分断了。对，是的。他其实这地方留了一个将来的几段，所以呢，他要为几段做点准备。所以这也是互相给对方下坑的。这个地方啊，黑棋正常如果硬，他几段是先手。你要做活，那他就把你这几个杀了。没错。这些点了一手。他先点了一下。这点的点手。点的这个地方。不是，他应该是在读秒中，他应该是。有点打僵的意思是吧？有点这个意思，因为现在不好下。现在我们先来看一看，就正常来说，你不走他，就冲了一挖，你三个就掉了，对吧？正常来说你要硬一手，硬一手，但是在这挤你怎么办？挤一个好像已经断了嘛，看起来那是断了，我就打吃这个，打吃他就接住，然后拉一下，拉回去他一断，他是先手啊，对啊，这个。你要走这个一靠肯定就进去了。他这个点一个或者尖一个也进去了。有点用，这挤是先手。对。本来挤也是先手。刚才挤也是先手。但这个关键不重要，他就现在黑棋现在面临的很麻烦的一个境地啊。现在被一顶是不是全要死了？尖一个就死了。尖一个就死了。对，那根本就跑不掉了。尖一个就死了。所以现在我这个是应该是在读秒声中，其实唐文信跟你发现有点难办，有点麻烦，有点麻烦，确实很难办了，已经。他这个挤完是先手，这个有点先手段太强了，这个确实很难办了。但是呢，实际上当
黑棋这个吃白棋冲的时候，他已经有点难办，已经有点难办了。无论如何都是很难办的样子。这时候这步棋下手真的是彰显唐维新的功力了，我觉得。真的是你要说正常走，那白棋就太清楚了。这棋。你看，这时候他先飞。倒考验你。你这能被我跳下去吗？这个飞不要小看啊，这个如果你要硬啊，他说不定他就连回去了。这还真是好像分不断了，看起来。他至少是把局势搞乱了一个下法，就看。所以他老能翻盘是有道理的。就现在你现在走的四包三个四，但是我再跳下去，你吃得消吗？你这有个吃不了，再跳下去顶不住，对。但是你要直接硬一个，他就。有了这一手，那又不同了，局势又不同了。确实，所以说，我觉得他这个，尤其在快棋的时候被来这么一下，你也挺晕的，你很难受，你不知道他该怎么硬啊、很麻烦，确实。但实际上现在就算这么硬啊，将来顶的打停了，顶靠一个也是，对，顶断他可以顶到，应该问题不大，但显然这个柯洁是对柯洁是不会忍的，对柯洁显然是不会忍的，急断，是被激怒了这个。所以为什么这个快棋老是看见那种特别激烈的，动不动就一会儿就一个局部就决生死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对，就很多时候不行，你要欺负我一下，我绝不能忍。好，我们来看，这时候打，接住，接上。哎呀，这个还是很麻烦，因为现在刚才你走完后，他这顶是死的呀。对呀、这七级，这边七级还是没有救回来。你主要是这个呢，那人家肯定不赢了，这不用谈了这件事。没有救回来，是吧？他没走，他直接做活了。他是活在那儿，对，算了，承认。没有，他现在是希望你走这个。然后他把这个跳下去。他再跳下去，跳下去还是很这边反正也都清了，你再回去后这三个子他正好就清了，你跳下去如果能把这三个卷反正又是另外的一个反正形势不利的时候这还挺灵活的，搅一搅对是的，但实际上可能白棋就算出回来应该也问题不大啊。但没有像柯洁利柯洁这个时候也就比较清楚了，就是什么呢你这三个和这个是吧？对，反正这是我二者必得其一嘛，这个很清楚，这看起来是没有办法的。是的，然后黑棋把这个挡回来，那肯定是要木啊，毫无疑问。然后这个把它挡回来，但是这样是不是太简单了？这个棋好像简单明了就不行了，是吧？现在觉得不是，这被黑白棋粘回来以后，这个其实把黑棋自己牵着了。他这将来这不自己反而欠着吗？而且这我怎么觉得这个顶一个好像还是把它要留下的感觉。那都不要了现在。对，反正这个也不是很大了。不是很大了。但是他这边就都不便宜了。或者我只觉得黑棋的形状好支离破碎的。看起来。这反而好像亏了我觉得。反正我们看着有点眼花缭乱，但是他们对局的人心里还是挺清楚的，是毫无疑问。黑棋白棋线太厚了，对，白棋全部连住了，全部连住了，这个黑棋不好办了。锤进来，这个是要搏一下，搏一下，对，要搏一下，拼搏，这棋也不能这么，这么简单的就输了，这也还是有点不甘心，这毕竟是西南王的决赛。单车变摩托。刺，这个真是不依不饶啊！接上，这个柯洁真是，这是想把对方全部留下吗？顶，挡住，没打算给你留活路，想活没那么容易。但这个地方啊，就本来啊，如果说这白棋空，其实这个地啊有先手的味道，对啊，对吧？另一个是脚上是个劫，那肯定是来不及的，但现在黑棋走这个，这个时候的白棋倒算了，我以为他打算立下去呢。这白棋就算真的立下去，其实也不是说不可以啊。这立下去他就是会有点乱，他打算怎样呢？
他就也就是跳一个先走吧，还是跳这个，那我就接上。我还是接住了，他也不怕啊，那就从这边走了。他就这样，就简单明了的这个招法。但是那边，这个吧，这样。如果那样的话，他被你冲，冲死了已经。他反正他就把局势搞乱了。对对，让你看不清，至少。确实有点。就是一下是看不清的。反正你这个中间杀的时候，对，会不会有点破绽，或者是有点机会啊？其实本来白棋这个尖是有先手味道，但现在可能反正也看不清楚，都处于看不清状态。对对对，这反正只要局势一搅乱，对黑棋来说都是机会嘛。对，想点办法。然后打这个。黑棋应该是看清楚了，就是无所谓了。他觉得够了，够了，可以了。长，然后白棋就拖一个，白棋开始收官。这一方面收官，一方面呢，这黑棋我们刚才说了，这地方是没活干净的。挡住。那是不是也再加一下呀？加一下，反正会搬吗？搬的话，他一走进后，已经死了，局部已经死了。那外面该白棋下呀。哦，你又找到机会，所以他这个家考验你一下，先考验一下。那我你挺麻烦的，你要走的话就算了，他就也不杀你，但将来有官子，他便宜了。哦，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明白了。他是家的，然后就，哎，他之前先走了一个，什么去哪儿交换了一下？哦，他是兼了这个，兼了一下，兼一个。这个对，确实你不能踢啊，这一般就是连扳就。但是他可以挤你一下呀，我真的很讨厌。所以他就算了，是吧？对。反正你要吃几个，他本来也不要了。所以大家看这个白棋补棋的时候，当初都是带着刀的，补在那儿，因为补在那儿本身对木也好，本身对木也好，就补棋的时候尽量想办法要补得更好一些。这其实是。白棋来靠这个，对，他现在加了一下，然后靠。反正这个挤有先手味道，然后反正就是来破你的木。是的。让你现在随时随地很麻烦，现在还是。是的。走什么都不是很舒服。不太对，反正看着。对啊。走哪里都不太舒服。横竖都不太对，因为你现在不能瞎搬啊，瞎搬它这个只要简单这一立，它长这个先手，这一小尖，这一小尖就全部就进去了，留下这两个冲，对。所以在靠的时候，这个边也硬不好。没办法，贴回来，索性就把这个贴回来。对，白棋挤一个，白棋粘在这儿。那站在这儿，脚上两个子是掉的呀。是，但是你要走在这边的话，它搬下来了。搬下来了。这个棋形好难呐、啊。好了，很难。总会有一些破绽在这儿。总会有一些破绽，这个没办法了。得顶一下。这个黑白棋是将来留要吃两个子，但是好歹黑棋也把这个连救回来了，对吧？他是并没有说，肯定是把这。欠着的木数，但是呢，黑棋也没办法，白棋就把这个断了，这个很大，这如果是慢棋的话，那这一系列就打吃，这个已经判断很清楚了，就是肯定是白棋觉得自己够了，够了，应该是不知道这个快棋是不是来得及做这么精细的判断。不过这个也基本上这个招嘛，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就是这上面的这个定型会定成什么样。跳一个，拖一个，过了。这个时候，我觉得好像黑棋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帮他想点办法。对，现在就是说白棋快快都是活棋。对，人家这就是如果说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局势啊？这是六目，这个反正就不算嘛。这算他四目。十目，将来这边走是六七八九十十一二三四十五目，十目二十五目
2289、3313、3335墓以上，嗯，不到40墓，很黑些。这个地方是12345678910111121212129313335394539，白蟹也40墓，现在就是黑蟹也就40墓。那旁边差不多。最多差不多，而且白蟹这里很多的墓，嗯，对，欠的墓都没有算啊，嗯。所以说这个蟹，而且黑蟹这个最不可能有。它长不出木来了，没有什么潜力转黑蜥，没有潜力，所以说企业基本上来说它地转的可能性比较小。嗯，是的。那么唐卫星应该现在要正常的话，就拼搏的可能性在什么地方？没有，在这儿，在现在在这儿，哦，断打。实际上这种这肯定是巨损无比，他是觉得就是正常收下去是肯定不行了，所以要这么拼一下。这里走完后，白棋只要做活就行了。跨一个。嗯，他威胁这边啊。白棋接一下。啊，这个靠一个反攻倒算。柯洁没有手软啊。确实，柯洁这两天状态挺好的。是是是，对，我看他那个优势情况下，好像都手。对，也下得很清楚啊，而且一清二楚，然后这个。关键是就是快棋，你上午下完了，下午在下的时候，体力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嗯，一旦你的体力受到影响，你的判断啊，或者说你出招，嗯，都会有一些偏差的。但是柯洁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他还是依然很冷静，然后算得也很清楚。对对对，而且这一天两盘棋也挺累的啊。对，确实是有点累的，有考验体力的。现在大家，我觉得柯洁这个意思其实是很清楚，就是我就想先手做活是吧？嗯。然后就打这个。嗯。打这个肯定应该是要下手要顶了。对，他打完了顶一个。嗯。这个地方呢，黑棋，要来破。他要破他眼，但是破是吧，就是因为底下走，比如说进一个不就挺活了吗？是的。对吧？这很清楚。你再搂一下也没有用啊。嗯。那么呢，黑棋要想杀，那他简单打了一贴。不是，他这儿还有个几段呢。我这尖一个，你还没说你要几段你的问题。对。这活得非常清楚。嗯，是。来顶一个黑棋小尖，嗯，那白棋就赶紧做活，下得特清晰。对，这个确实也该做活了。嗯，这方不是有木的。嗯。这活的还挺大，这里面有五目棋，差不多，五目不到一点。对，这就很清楚了吧？基本上也没有什么变化了。这也是最后一手。嗯，就是到这儿的时候挡这个，这是最后一手棋。是。嗯，这是啊，这四盘棋好像都是100多手就结束了。这盘棋还算多的，这还超过了150手，这是156手。我觉得主要是什么？主要就是因为快棋，快棋就是说在中盘阶段决出胜负的可能性是特别大，很大，是吧？嗯，哦，对，确实，就你有可能有一个地方下的是有一些失误，或者被人家抓住了，你就对对对，就不太容易翻得动了。嗯，这棋，今天这盘棋好像下的，我觉得白棋很顺下的，应该是完胜，是，就从头到尾应该是都是嗯。下得非常好，相反那个唐卫星，不太发挥，不太发挥，或者是这盘棋他终于没有再继续他的好运，还是相反，就是在半决赛当中，柯洁对杨鼎新那盘棋，觉得杨鼎新还比较有机会吧，算是，至少是这个节，如果说正常下的话，还是就还比较漫长，至少不至于一下子就崩盘了。但是总体来说，柯洁的四盘棋都是真的是发挥的非常好的，所以拿了这个本届的冠军，我觉得是当之无愧的。没错啊，也就再次证明了他的实力。是的，就是咱们慢棋8个世界冠军，我们快棋也能拿冠军。没错，确实他状态不错啊，这四盘棋都下得很清楚。啊，那先恭喜柯洁拿到了第21届的西南网冠军啊！那我们有一些赛后对柯洁的采访，我们去看一下。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是比较焦灼的局面，但是后面听说这个 AI 其实已经觉得领先非常非常多了，所以说应该是，也没有给对手很多机会吧。然后，可能就是没有机会，但是呢，今天这盘棋呢，就是说还是发挥的非常的好，不仅是这盘发挥的好吧，然后。
总共夺冠的这四盘棋都发挥得非常的好。其实我在那个开幕式的时候，我说我没有拿过西南王，我后来想一下，我好像拿过一次，但是在上台发言的时候，我忘了我拿过一次冠军了，所以其实这是我第二次拿到西南王的冠军，然后所以也就是感到很激动吧，还非常激动。反正我们刚才是没有听见柯洁他说了什么，都看起来他还挺高兴，是吧？对，他应该是对自己的这次本次比赛发挥应该是挺满意的，比较满意。确实，这四盘棋我们总结一下，他第一盘赢了古力，然后基本上也是一开局就差不多就搞定了。第二盘赢的是李轩豪，本来以为是一盘强强对战，然后结果李轩豪一个局部就被拿下了，我就觉得很意外。这就是快棋的一个是的，真的是没错。因为快棋当中呢，你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可能是你意想不到的那个情况，对，随时都会发生。对，是的，没错。你可能不是就觉得这个勺子不是说一下子把自己走死了那样，但是一下子就不行了。对。然后这柯洁的控局能力，他直白的控局能力，尤其是可以说再次展现的淋漓尽致。他就拿白棋，我觉得以前就看他这个白棋特别厉害的时候，对，他就是。就棋他一旦觉得优势，他就特别简明的定型，让你觉得没有还手之力。这个在这四盘棋当中得到了非常淋漓尽致的体现，是不是？就拿白棋你让他占了一点优势，你就不懂了。唯一的就是半决赛这盘棋啊，是的，确实是有点中途的是吧，确实有点搞不太清楚。对，杨鼎新甚至杨鼎新本来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了，已经没错。哎，柯洁上次拿头衔是什么时候？我都想不起来了。我好像挺久了，感觉挺久了。因为为什么想不起来？就像我这种只拿过一次的话，还能想起来。别拿太多次，真的想不起来。他的八冠王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确实国内的头衔呢，最近。反正我是没想起来最近拿过什么头衔。去年应该拿过，像什么棋圣啊，这个应该都是他拿的。是这样子。对。反正，但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够重回巅峰时期哦，跟那个小生好好的比拼一下实力。我觉得这个顶尖棋手他那个有那个成绩有那个波动，对，这是非常正常的。尤其柯洁这个前两年是进入清华大学读书嘛，肯定在训练上的时间应该是比相对以前肯定是会有所减少。对。但是呢，读书呢也同时也开拓了他的眼界，所以说这个。将来怎么样还是最后终是要靠成绩来说话。没错。这个短期的波动呢，这个真的是要不要太在意。是的。那么之前呢，我们是就是他们在衢州市集中了训练一段时间，然后下了一个衢州烂柯杯，是吧？还有王中王啊，王中王，对，那两个比赛呢都是这个李轩豪拿了冠军。对，还有亚运会的选拔赛，对，亚运会选拔，其实柯洁那个亚运会选拔赛下的也不错，是吧？对，就那两个人太耀眼了，一个范廷钰，一个是李轩豪啊，然后那两个比赛都是他们两个人决冠军，亚运会也是他们俩拿第一、第二的。没有，李轩豪是第四名。哦，是吗？对。那第一是范廷钰，第一是范廷钰，对。那个亚运会的选拔赛就下得特别好，然后就这个人的状态都会有起伏，就告诉大家，就不要因为这个棋手一时半会儿可能下得不是太好，大家都要拼命去追责他，这怎么了？是吧？棋手也挺不容易的。对，是确实这个常年这个在就是非常大的这种强度下，是这个训练其实挺不容易的。尤其现在在这个疫情这三年来，这个疫情真的是对咱们的比赛真是影响是非常大的。也是希望的，不光是国家队棋手他们要调整好心态，那个咱们棋迷们也调整好心态。没错，大家好好的在从围棋中找出乐趣。没错，因为大家也要体谅一下，我如果看 AI 的话不能超过一个小时，超过一个小时我就开始晕，然后我也记不住，变化太多我也记不住。所以想想大家他们每天在那里苦练也挺不容易的，确实大家多体谅一点吧。还是觉得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